开始吧。看一下，K50，对准备好了吗？，K50 我至打尊开版，啊。喂，是真的。喂，这个手机那么大吗？喂，现在我手还机就以这为么大，是小。往后盖，对的。哇，太大了。哦，这个颜色好看。哎，那时候我选是这个颜色吗？还是你对，选的？就是你选的嘛？你说是你，中国的哈，对，你不说你爸是爸喜欢用这个颜色。现Redmi。在我们开机试一下这个手机啊。好，这个是 Redmi 多少？你试一下。喂，这个它的充电也很长啊。开哇，机试一下。很新鲜。可以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试一下。电池没电了。没没有有。越南语啊？没有越南语吗？那我对爸怎呀、啊，么能用啊？这只有这五种语言呀、啊，这怎么用开啊？玩笑！这买的手机没有越南语。你看，等一下，我先跳过这些，然后后面再看能不能。越南人买那些越南人，他们怎么能用啊？真的是，啊？手机是没问题了。前两天我们刚刚是在网上帮就是老丈人买了一个中国的手机，小米的 K50，然后结果发现就是没有越南语，只有中文，所以说没办法了，所以只能就是把手机退回去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今天我们直接去外面的实体店，然后让阿和。直接帮他爸爸来选一部手机吧，因为之前那个手机是我选的，是我失误了，我没有想到它没有越南语，因为是在越南的网上买的，谁知道它没有越南语，很奇怪的一个现象。那个店家说，如果要越南语的话，让我们激活手机7天之后，他有办法帮我们刷系统刷越南语，但是我们因为着急要准备回去了。回去的话，顺便也是这个手机也是一个礼物嘛，送给老丈人的，所以说我们等不了了，就把手机退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，去我们附近来买，现场去选手机吧。好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好久没出来了，天气变冷了，现在就是越南的冬天了。好，我们到了哈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。移动世界，在这停车。这个店有点小，选择移动。今天让阿和选一个手机。我们找中国的品牌。都可以看一下。卖的还有电视啊，好大的电视。这是 OPPO 的，怎么样？你来选外观吧。这是 OPPO 的啊，OPPO 刚刚出来，他说。你看外观，我来看配置就行了，好吗？还有价位。喜欢这个颜色。不是你，不是你说 OPPO 是专门拍照的吗？对，拍照会好看一点。你试一下拍照会，是不是？拍照什么呀？拍照漂亮，但是很漂亮吧？其他的功能呢？其他功能就一般般。你要看这个参数哈。你看嘛，我看。这个8G 内存是。我们看了很久，然后现在选了那个 vivo 的 V25 这一款型号。V25，这个看起来好质量高呀，漂亮。选一款黑色的。这个，本来看到是这个，但是它是有两个颜色，所以就拿了这个黑色吧。害怕我爸老了就不习惯太。
分别给买卖。好了，拿一个新的盒子，一个手机壳，说明书，还带个耳机啊，充电线，然后加一个多少瓦的充，44瓦的快充，哇，这个充电速度很快的。还有一个转接啊。对，转接头，转耳机的这是，嗯，耳机转接线。很齐全了，这 vivo 我从来没中过 vivo 的手机，第一次买 vivo 的这款，买了一款黑色的，因为别的颜色也没有哈，只有一个白色，白色肯定不适合，嗯，所以黑色的。那个是黄色，嗯，这个是8兆，嗯，价格是8兆是吧？多少人民币？2400、2500左右。三星的手机价格普遍都比较高，然后 vivo 的都是稍微低端一点手机， OPPO 的都是中低端高端都有吧。这卖的都是专业卖一些家电的，往里面看有冰箱、洗衣机什么都有，电视。我们买的这个 vivo 款是它这边价格最高的一款。来4S店买的话，有个好处就是说有越南语，东西都跟我们设置好，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，可以来他们这里，就是整个越南，他这个铁人移动都可以保修的。正好阿和的老家有一个铁人移动，好了，已经付钱了，是不是？直接刷我的信用卡。中国的信用卡也可以在这里，中国信用卡直接可以刷。嗯，只有上面这个信息。好了，下车去了，回去了。爸爸的奶牛。对。手机硬了，来了，让阿和来拆箱看一看啊。等我一下。嗯，我们专门去跟老丈人买了一个手机，先开灯也行，亮一点。来，我打开哦。嗯。哇，这手机还可以呀。vivo 是中国的品牌吗？对，看了好多，最后选择了还是这一款 vivo。喂，你现在还真正的打开？嗯。这个漂亮吗？很漂亮啊，这个颜色很漂亮。对。我是喜欢它的这个。光滑的很，是不是？摸起来很光滑。你看，有亮亮，看到它的那个对对对对对，嗯。我不知道怎么魔术，嗯，但是漂亮哦，可以给大家看，在有阳光的时候。对对 ，vivo， 我们看了 OPPO， 也看了几款小米，最后还是选择了一款，因为他那里小米手机太少了，对。然后如果，有些小米手机它没有样品，所以说要等几十分钟才能拿到，太麻烦了，所以索性我们就直接当场选了 vivo 这款手机。这款 vivo 是他们打广告最多的，也是新款的，我看它那个海报贴的墙上到处都是的，可以哦。嗯，然后这个是他刚结算的时候一个证明，看包装还有什么啊，这个就是 vivo 的说明书。那说明书是，应该是英语的吧？说明书。喂。哎，竟然是越南语的，为什么？你还没放卡呢？阿爸，我买给你新手机了，明天就收到啊。好了，你把这个手机壳装上吧。好吧，我爸肯定开心的很。嗯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啊，我们过两天回去的时候会一起带回去的。